这个白镖需要用专门的器具才能拔出来的。我没事。哎，怎么还没来呀？聂老板，哎，聂老板，吴掌柜。这沈娘子呢？哎，实在是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我们店里出了一些状况，水娘子今天是见不着了。哦，那个，要不您今天先回吧。哦，哎，哎，不然这样，我先把样品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行行行，那给我哎，好。啊，哎，哎，那两个。哎，好，谢谢老板。我就在皓雪堂等着二位大驾光临了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聂老板。哎。这飞海镖是海寇专有的镖，上面还留有倒刺，如果贸然拔出的话，你的伤会更严重的。我给你上点药，可能会有点疼，来，你忍着点。是王木雪，夫人。对，你这身打扮，你啊，我出去办了一点事情。哦，今天有没有客人来啊？今天倒是有几个人来看啊，真的，但是一间都没卖出去。哦，没事，你辛苦了啊，今天给你放个假，休息。真的啊？那可是店里不用我吗？有我在呢，去吧。谢谢夫人。伙计，你们家老板呢？来喽。宁轩，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了？我今天去了一趟水燕居。穿成这去水燕居？怎么了？不帅吗？而且我还见到了沈娘子，而且我还用我的帅气征服了她，把我的产品留在了那儿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变态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大人，大人，嗯，哎，水燕居的水娘子突然捎来口信。这么快就回信了？他说什么？是不是我的产品很好用？哎，不是，水娘子说鬼白大人今晚住他那儿了。哎，鬼白？还有什么别的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鬼白也去水燕居？哎呀，这里面有蹊跷啊！醒了，请问姑娘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你都忘了吗？你中了飞海镖的毒，还晕倒在我怀里了。在下不是有意轻薄姑娘，
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？我说你中了飞海镖的毒，这种镖是沿海海寇特有的毒镖，你晕倒都算是轻的了。要不是我给你擦洗了身子，你早就没命。你帮我擦洗了身子啊？对啊，我这还不是为了救你。姑娘想让我做什么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这有何需要负责？我只是帮你上了药，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的话，我哪受得起啊？姑娘刚才说这飞海镖是海寇专用的毒镖。嗯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，病不好医、哎、你伤还没好呢，我给你传过信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胡大在水燕居跟鬼白打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胡大说呀，他们正在商议打劫归海号的事，屋里啊就闯进来一个人，他怕走漏风声，就想把这个人杀了灭口。可谁知鬼白突然出来，就想保护这个人。保护谁呀、啊？宁宇轩吗？不是宁宇轩，但是胡大说很像宁夫人。聂桑榆。哎，大哥，自打这个毒妇到了海方之后，他就一直跟我对着干，打宁宇轩能打到我身上，逛水燕居都能闯到我们屋里来呀、啊！哎，难道宁宇轩已经发觉我们的动作了？不行，事不宜迟，必须马上行动。啊！归海号这块肥肉绝对不能丢。归白已经查清楚了，这种镖叫飞海镖，是海寇专用的毒镖。夫人应该是无意间听到两个人的谈话，所以他们才想下杀手。归海号。嗯。原来如此啊，还请侯爷明示。这蛟龙帮表面上收取银子保护码头，暗地里让海盗去打劫那些没有交钱的商船。如此看来，他们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群龙无首的归海号。这东西伤的你？点齐精锐，从今夜开始巡视海方，重点保护归海号。是。皇叔来报信说，沈连城要打劫归海号。归海一岛，侠义之名名传天下。若是让沈连城这个茶帮老鼠屎打劫了他的商船，日后传出去，我们茶帮如何光复门楣？
们三个，三个奸细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姑娘，带着人走，快！丁宇轩来了，撤！把头都抬起来，后面那个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，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人，怎么又是你呀？鬼白，去把沈连城给我带来。是。真是吃了雄心豹子。沈连城，你们蛟龙帮什么时候和海寇做起了打劫商船的生意？什么海寇？你这是在血口喷人，加私报复！把人给我带上来。走，走。你的手下李明勾结海盗胡大劫归海号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明干的蠢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他们俩写的供词，你还有什么能狡辩的？压下去！你需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在海防能只手遮天。去搜一遍船，免得有什么漏网之鱼。无人，去下一处吧。是。改成了飞婉阁，将舒恒高的名字改成了飞婉霜。舒恒高，季曼。哎，你看这个宁夫人是不是有点像季小姐啊？是吗？啊，是有点像，是吧？好像还真是。
快找找还有没有别的房子。嗯，土茯苓老龟汤。老龟龟龟，搬去思过阁啦。这几个字力透纸背，没有十几年的研习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这字迹怎么和夫人的那么像？这会不会是夫人的房间？那么他叫不是女儿，就是夫人。夫人，怎么还没来？还没起吧？还没起。哎，夫人，侯爷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穿着官服啊？我有话要对夫人说，穆须你先下去。哦，嗯，说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你。不管你要说什么，你呢先给我过来把饭吃掉，一会儿该凉了，我给你剥个鸡蛋啊。我侯爷还有公务。对，公务要紧，你先吃饭，这事我回头再跟你说。你不吃饭啦？不吃了。说什么呀？不会是要向我表白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是，大家不用担心啊。如果药不够的话，我叫兄弟们再拿一些过来。兄弟们受苦了，回去一定给大家喝顿好酒，多补补啊。疼疼疼疼！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受点伤治吧，反正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兄弟们，都不用担心了，你们的归海号已经被新上任的县令宁玉轩救了回来。啊，太好了！这位医生，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回家了？对了，这宁玉轩是何人呢？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他。对，是，一定要谢谢。说什么呢？都瞎说什么呢？我们的救命恩人就在眼前，今日若不是袁大哥，你们一个个都别想活着回来，还不快多谢袁大哥！多谢袁大哥！多谢袁大哥！谢谢袁大哥。去吧。一边藏去！哎，你说话真好使。你是归海号的主人吧？啊，不是，我可不是归海号的主人。归海号的主人是我家老爷和小姐。嗯，老爷小姐，就是他们现在去了京城，
不知身在何处，我还在苦苦等他们呢。我久闻归海一刀先生大名，等他回海方，我定来亲自拜访。嗯。哎，袁大哥，等我家小姐回来，你可得好好见识一见。我家小姐一定会喜欢袁大哥这种豪爽的人。怎么，给我们家老大相亲了呗？也不是不可以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家小姐跟袁大哥十分相配呢。什么？你们那天居然经历了这么惊险的事？嗯，我都跟鬼白说了，让他住一晚再走，他硬是要当天晚上离开。嗯，这个人真是的，不顾及自己的身体。不过我今天早上倒是见到他了，好像他没什么大碍。是吗？哦，那就好。哎，我回头再去问问他，你别担心。嗯，哦，另外啊，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感谢你。啊？你上次帮我们拆穿了欢颜的劣质面具，要不然我们姐妹那可就惨了。嗨，还有啊，你上次送我的飞碗霜，我和姐妹们都用过了。都用了？嗯。感觉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效果非常好，而且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用过最好的面脂了，他们都争着来抢呢。太好了。哎，姐妹们如果再需要你告诉我，我定期去给水烟居送货。嗯，那就谢谢聂老板了。哎，聂老板啊，你说你这个面脂这么好用，那你们皓雪堂的生意是不是特别好？还好吧，就是我刚来海方开店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可能当地人还没什么人知道我这个店呢。聂老板，我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帮你，但是我在海方数年，有一定的追随者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随时告诉我。水姑娘，你人真好。水姑娘，嗯，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名声换成银子？我用皓雪堂的产品，那是因为我觉得好用，所以我真心推荐的，不需要报酬。那怎么行？你不要报酬，我怎么敢请你帮忙呢？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了，确实还有好多事情可以麻烦你呢。比如说，你需要配合画师去画像，还需要每天定期来皓雪堂来试用新品，而且你还要把试用完新品的感受告诉我。而且其实水烟居和皓雪堂也可以，也可以不用这么着急，你回去想一想，再答复我就行。不用想了，我愿意。你答应了？嗯。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，但是我愿意相信你。太好了，有你帮忙，我这皓雪堂就不愁生意了。聂老板，还有个事情我还想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说。聂老板的女装真好看。哎，那比得上水姑娘。没了。
没了。今日县衙所有的公务都被您处理完了。不是，这万一，肯定还有什么事能干。去审一遍沈连城。沈连城昨日刚审完。侯爷是不是觉得心乱如麻？这是心结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要去告诉他，他其实叫季满。您真的决定了吗？无论如何我都不该瞒他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听天由命吧。侯爷，不就是跟夫人说他身份吗？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夫人又不会吃人。我是没事，跟你说不明白，反正我这一次是一定要说出口的。哎，你们老板呢？在里面。里面？嗯。你也想听？有件事要跟你说，我知道你知道之后肯定会生气，我也知道我这么做不地道，但是我不能再瞒你了。来海方的路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聂桑宇。近些日子我才知道，你是归海一刀的女儿，你叫季曼。我猜到了你会很惊讶，我也很惊讶，但当时疑点重重，我没法告诉你。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失忆了，我反而在想，你为什么接近我？你为什么突然变成聂桑榆？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有些问题我这两天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。但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我喜欢你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想的都是你，梦里梦见的全是你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这也是我20多年以来第一次这么渴望和一个人在一起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季曼，这是我鼓足了很多次勇气想跟你说的话。无论你是生气也好，恶心我也好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
欢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像我什么都没听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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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没听到。你要是敢把我刚才说的话跟任何人说，我就……夫人在哪儿？夫人去买原材料了。夫人。鬼白。好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在这儿。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我看你一切顺利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好啦，那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，你有什么话？就直说吧。我其实上次都已经猜到了，在福利的时候，我没话跟你说。你有？我没有。你没？一定是因为害羞。结账啊！来来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学长来了，没有了。这碗酸还有吗？再来两瓶啊！这三瓶还有，不然你们都拿上吧。下批货要等半个月呢。老板，那水娘子用的是哪一款？啊，水娘子用的是这款保湿的。我看姑娘的皮肤其实已经够水润了，不如用这款，这款涂抹皮肤上可以让你更加白皙。我们都要了。好，我给大家都装起来啊。那飞碗霜还有吗？哎呦，抱歉姑娘，那个最后三瓶已经被这两位姑娘拿走了。推荐的灵仙水还有吗？灵仙水，暮雪，你看一眼灵仙水还有没有了？都给你了。灵仙水就剩这一瓶了，还有一瓶。我要。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？下一批可能是。那我们能预定吗？可以啊。对了，想要预定的姐妹们，一会儿把你们的定金和地址交到这边，然后我们下一批货到了之后就给各位送到府上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在这里跟大家重申一下啊，所有皓雪堂推出的产品，沈娘子都会亲自试用，然后把最喜欢的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一定放心使用啊，放心使用。然后也希望大家把所有用过的心得随时分享给我们，好吧？需要预定的跟我来吧，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谢谢，来这边，这边，谢谢啊，慢走，谢谢。都卖空了，挺厉害呀，这么快就全卖空了。那是你厉害，你看那些姑娘全是冲着你来的，我们50瓶飞碗霜已经全部卖光了，而且还有好多在那边预定的排着队呢，我怕是以后要请不起水姑娘。你可别跟我说这些啊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都尽力而为。哎，一会儿我把这次的分成拿给你。不行，我说过了我不收报酬，这些东西我都是真心给你推荐的。那怎么行，亲姐妹还要明算账呢。行，那你看这样好不好，以后我们水燕居的姐妹们要是来你这儿买东西，你给个半价。没问题，燕为定。哦，对了，鬼白呢？他的伤好点没？鬼白？应该好的差不多了吧？哎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一会儿带你去看看他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只是想知道他伤好全了没，毕竟上次也是因为我受的伤嘛。
小姐，我还是放心不下你。我也想带你走，但是这海方毕竟比不上京城，你就留在侯府好好看家，照顾好自己。那小姐，你一定要一路保重。陶兄，陶将军，逸贤，青云妹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哎，我可没时间陪你去喝花酒啊，我现在要去。哎呀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听说昨日在大殿之上，皇上准了陶兄调任海方驻扎。你消息倒挺灵通啊，那不如我们一块去吧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们也要去海方啊？我想去看看我姐姐。常听说海方民风彪悍，那里的姑娘与京城截然不同，恰好最近无事，我也想去看看，行囊我都收拾好了。陶将军，走吧。哟，千大嘴，你也去海方啊？怎么，我不能去啊？你也去？对呀、啊，我可不愿意跟你一块儿。哼，你以为谁愿意、啊、同你一块上路，就像带上了一笼鸡鸭。秦逸贤，你说话最好客气点，不然等下到了海方，我就把你的风流事迹全部讲给海方的姑娘们听。陈大嘴，你别胡说八道、啊、秦真贤，闭上你的臭嘴巴。好了，别吵了，这下可热闹了，启程吧。青云妹妹啊、嗯，走，坐马车。好。宁云轩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再审我几次，我都不会招。我今天不是来审你的，是来告诉你一些事情。蛟龙帮已有39人涉嫌杀人、打劫而被抓，当下的产业也因涉及弄虚作假、不交关税而被停业整顿。具体的有：明月楼，因为用腐烂的食材给食客吃，被关店整顿；清月楼也被举报酒中掺水，被关店整顿。给我滚！你这是家私报复！没了这些黑心产业，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主子还坐不坐得住。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正如大人所料，温婉已经动身去了海方。宁玉轩，你这两位夫人可真不让人省心呢、啊、温婉去了海方，倒成全了大人，我们做壁上观便好。阿正，你即刻起身前往海方，观察温婉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她行动了，那就给宁玉轩的后院再添一把火。是。我就约着陶将军一起来了，没想到青云妹妹也来了。还有秦真贤。秦大嘴，这一路上青云姑娘和陶将军相谈甚欢，要不是我勉强陪你说话取乐，你得有多无聊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桑榆啊，那个你这段时间在海方还顺利吗？顺利，你看我在京城没实现的梦想到这儿实现了，好简单，终于开起来了。大夫人啊，虽然你在信里面提起了，但是见到真正的浩曲堂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啊。嗯，哎，
京城的水粉铺子也不过如此。那当然了，所以啊，我早让你来跟我做生意，是不是很好？嗯，早知道我早点来了，现在也不晚。嗯，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到处逛逛，喜欢什么随便拿啊。真的吗？啊，姐姐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以前从未听说你对药理感兴趣，可如今你都开了这么大一家店了。藏玉心灵手巧。做什么都会成功的。回头啊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常来我这儿喝茶聊天。嗯，没问题。聂老板，要是缺人手的话，我也可以来帮帮忙。好啊好啊，这种跟姑娘打交道的事啊，这秦大人永远都拉不下。那是自然，这天下的姑娘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当然除你以外。大家逛逛吧。随便逛，啊，随便逛。哦，桑榆。陶将军，我们也去逛逛吧。啊，稍等片刻。哎，桑榆，走吧。啊，去逛逛，去逛逛。小姑娘，你看啊，这可都是我设计的。这太好看了，好看吧？你们这刚到呀，就先歇歇。等过几天，我带你们去海方的市集转转，那里有意思的东西可多了。真的吗，姐姐？你快点带我去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哎，对了，雪小姐。你的房间暂时还没有收拾出来，你跟我睡一起吧。没问题。温姨娘，姐姐回来了。深秋的夜，行路上谁曾月下留恋，最深故事藏进了最浅告别，擦肩后留下梦中相见，风卷落叶吹不散岁月长街，炽热的思念从未冷却，两颗心在邂逅伏笔了眷恋，四目相望要怎么形容才真切，那一生陪你轻描陪你胆怯，用相随换你回眸换你笑，永不灭。